今天呢要上的是华语的笔画，所以小朋友们请拿出这一本书。好，请拿出这本书哦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。好，来，我们请翻开第八页。第八页。好，今天的笔画学的是什么呢？今天的笔画学的就是撇。好，这个字呢就叫做撇。撇，那么撇怎么写？撇就是这样子写。OK， 我们可以手跟着老师一起撇撇。OK， 笔画撇就是这样子写。OK， 所以这个字是读撇撇。好，看到吗？这个叶子，这个叶子的中间呢也是有一个撇。对了，看到吗？好长的一撇哦。对了，所以我们把中间的撇给完成，还有旁边的这个撇也给它完成。对了，现在拿起笔来跟朱老师从上往下撇，从上往下撇。对了，到这个叶子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哦。 OK， 我们也是同样的从上面往下撇。对了 ，OK， 从上往下撇 ，OK， 所以这个字就叫做撇。对了，这个字就叫做撇，撇就是这么写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读下面的写一写，所以我们要开始写字咯。好，那么呢，我们要写的是什么字呢？就是撇。对了，好，我们来开始从上往下撇，从上往下撇。好，小朋友们在写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跟着老师一起读撇哦，撇。好，其他的呢小朋友们就自己把它给完成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没有给虚线的。好，所以没有给虚线的呢，同样的步骤，我们是从上往下撇，上往下撇，从上往下撇。 OK， 所以今天的这个就到这里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要学关于撇的生字。好，今天要学的四个字是什么呢？ OK， 好，我们先来读题目，写出笔画。所以今天我们学的四个字里面呢都是有撇的哦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。好，第一个呢要说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人，人，这个就是人哦。对了，你和我都是人。对了，所以人这个字里面呢你看到吗？有撇，有撇。对了，好，所以来我们跟这个虚线把撇写上。 OK， 把撇写上，然后呢我们来读人，人，你和我都是人。 OK， 人。好，接下来呢到什么呢？接下来到这个，看到吗？这个是爸爸，这个是儿子，所以这个是儿子的儿，儿，所以儿子呢里面也是有撇。对了，所以同样的我们用铅笔把撇给完成，撇撇撇。好，那么这一个字怎么读？这个字就叫做儿，儿，儿子的儿。对了，好，接下来就到女，女，女生，女孩，女人，女，这个字就是读女，女孩的女，女生的女。好，女这个字呢里面呢同样也是有笔画撇。对了，所以我们把撇给完成，撇撇撇。好，小朋友们同样的一边写也可以一边读哦。好，所以这个字怎么读？这个字就叫做女，女，女孩的女。 OK， 这个字叫做女。好，接下来呢就到九。 OK， 数字九，这个是数字九。好，这个是文字的九。那么文字的九里面呢也是有撇哦。好，在这里看到吗？撇。对了，所以小朋友们同样的可以把撇给完成。对了，好，所以这个字怎么读？九，九，
对了，好，我们来温习一下今天所学的东西。好，今天我们所学的笔画呢，就是撇，撇，这个字就叫做撇。对了，好，那么今天我们学的四个生字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人，人；第二个就是儿，儿子的儿；接下来就是女，女孩的女；接下来到九，九。好，所以今天的华语就到这里哦，谢谢小朋友。